晚安。好了，那赶快开始吧，不然结束不了了。不过开始之前呢，先来看一下任务，我已经忘记了。现在应该要回到哪里啊？啊，营地是，没有错。营地那边好像发生什么事情了？比较近的地方是从哪里呢？走路去会比较快一点吗？记得应该有一个更近的地方吧？很多地方都坏掉了，好麻烦哦。哪里啊？哪里比较近啊？走路吗？走路会比较近吗？不是，我要说那个地图好难看啊，看起来走路比较近那个，谢谢你，谢谢你的赞助，大胸真香。但以为今天会穿更少，是要哦，危险啊！还是你可以推荐一下，或者是直接送我，可以在直播上面穿的衣服呢？说真的实在是太难选了吧？你看，假设啦，这个再更细肩一点啊，不行，危险。我可能连转身都不行了，直接蹦出来。蹦出来我觉得好可怕，先不要好了。大家在别的频道上面有没有看到蹦出来的吧？蹦出来还不吓死人？想看我蹦出来？特点，我的战衣。今天要是玩 A 结局吗？没有错，今天要先把第一周目给结束，结束之后呢，才能安心的来玩我的背结。总觉得这种游戏不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的话不大好，从刚刚那边断掉的话，我一定会一直挂念在心上的。在我胸前睡之类的什么意思？在我胸前睡。学者晚安。对啊，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规划好了。其实这已经在一开始游戏的时候就有说过了啊，就是目前的规划是打算把 A 路线玩完之后呢，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改完目前有比较新的游戏，就是我们的背解三，然后之后再去死。等级好高哦。然后之后再回来把 B 和 C 给补完。雷格四个月的菜鸡也不算菜鸡了吧？谢谢，好久了。哇哇！哇！还有嘴巴吗？好疯狂啊！对啊，我完全可以想象，这个游戏如果没有玩完战周末的话，我应该是一辈子被挂念在心上吧。但不管怎么说，我是觉得它的故事剧情是真的很好。如果不好的话，我早就不玩了。但实在是太好奇后面的剧情怎么发展。好吃，好吃，好吃，什么东西？等一下，我先探索一下哦。这边把东西捡一捡，然后走到后面来，只为我祝贺。什么祝贺什么东西？大家集资买比基尼给我直播穿，可以吗？没问题吗？这个时候不能讲话。白墨被揍成这样子了。哇！快点！可以让我打了吗？我都被打出来了。塔诺姆，哦，不过说啊，说真的，我觉得老实说，玩到现在
一开始调的难易度不是普通而已吗？总觉得可以玩到比较难一点的，还是难一点是真的超难啊？就跟当时贝姐二的时候也一样啊，就是玩普通觉得都还好而已，但还是被大家劝退。哎，有地震吗？完全没有感觉。有吗？有吗？有吗？赶快！我需要正确的情报。有吗？没有感觉，还是南部啊？台北目前是真的没有什么感觉说。哦，原来后面还有大只的哦，集个气好了。有戏。晃一下短短的，领司晚安，有没有打到招呼的吗？跟我说一下哦。刚刚在战斗和地震之间难以抉择。这边已经打完了，这样应该算是任务结束了吧？地图上有没有红红的了？先去找一下首领。ありがとう、トゥービー。助かったよ。一体何が？わからない。奴ら急にこの拠点に攻め込んできて。何？キャンプの外から聞こえたぞ。外面。骗人！你没有打过招呼了。伊莱克帮我代打了，谢谢。修，谢谢。这只是谁啊？这只从哪里出现过啊？哪里啊？才刚打完而已啊！那个啦，废墟都市那边吧。看来应该是不能接近，用大炮好了。不能下去吗？是不能下去还是 ？OK。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好可怕！啊！会伸出尾巴，没有料到。那一根也太长了吧，还长刺呢。还不能接近，蓄力一下。阿布奈，哎呀，只能等你转过来了。哦，好多，等一下，这これじゃ切りがない。予測。怎么办呢？小资料先打掉吗？有点多哎。破坏敌方大型的兵器，我也知道啊。意思是说小资的不要理会了吧，直接打大资的就好了。小资的打也打不完。我说是这样说啦。蓄力一下哦，等一下哦，又是球球形态。球球没有记错的话，每次滚过去的时候要跑到他正面才能打吧？
什么时候才能打呢？蓄力蓄很久了，还是等可以打的时候。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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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打到。威灵晚安，五四三晚安。哇，这个球超烦的。电磁波可以靠哦，可以耶。啊，好烦的球，打也打不到，怎么办呢？面对，等一下，真的是这样打吗？都没有让我打的时间呢、欸。雅语晚安，谢谢。托托晚安安，今天辛苦了。おかしい，おかしくない？请跟我说这样打对不对啊？我总觉得好像不大对耶。能打的时间好短哦，我也觉得不大对。先打，不然把小子打掉好了，等一下换一下武器。他说把敌方大型的兵器打掉，大型的兵器不就他本身吗？先把小怪清一清好了，太多看了也蛮烦的。第一次碰到那么需要花时间的角色哎、欸，啊，重点是还不确定到底这样打对不对，什么都要闪。看这个时候是应该可以打，但绕到前面的时候就やっぱおかしいね。这小怪应该打不完吧？他们是无限再生啊。嗯，我也觉得，他们只是经验桶而已。所以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再打大只啊。对啦，我看到了啦，一直再生，真烦躁。好吧，看一下敌人的血量也没有很多了，那我再努力打一下好了。每次转到正面的时候就给他三发的大炮呢，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就单纯闪好了。还是要引到别的地方啊，比方说来这个下面呢，他会过来吗？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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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里是你的界限啊，就是这里了。好像也不大对。有，终于有点伤害了啊！
我赶到，快快快！もうちょっとだ。这里，惜しい。哦，やば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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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吗？他的本体终于回来了。他是拿什么命中啊？没看到哎、欸，是拿机器人吗？应该不是掌法吧？哦，连续的战斗哎、欸。大丈夫大丈夫じゃねえよ。很累耶。这个看起来是要等他外壳结束之后再打吧。哦，不过看起来还蛮好打的。但也不大能靠近。哦哦哦哦，这什么东西？海胆吗？对，这完全就洗衣机啊！小绿晚安。哦，打的时间，哎，几高啊！好讨厌的黑球哦，黑球不能应对。好，再轰一下，游戏等级也顺利提升。这样这里就算结束了吗？啊，还有剧情。我剧情紧接着来耶，有种快要到终章的感觉。まだ出てくるの。多いね。どうすれば？トゥービーさん、聞こえますか？トゥービーさん。私たちの村が。わあ。看来那边也没救了。哎，我来看一下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哎，去下面吗？下面那个球是什么东西啊？去下面看一下好了，不要再大字跑下去了。而且敌人真的好多，真是让我赚经验值的地方吗？而且各处都有那个发光的，发光是比较特别的吗？不是很了解。啊，不是哦，那只是他的能力吧？还是我现在应该前往那个呢？帕斯卡的村庄呢？好像这样比较对，对不对？看一下地图好了。不大确定的时候呢，来瞄一下地图。地图是前往，这是哪里啊？目的地，果然呢、啊。所以我下来就不对了，先往上吧。我上得去吗？可以。没关系，现在9S是巴萨卡模式，它会为我清除一切的障碍。
洗澡之力收到了，啊，好多。ここにも敵が。あ、不不不不。ネットワークにぶら下がっている機械生命体は全部暴走したらしく、村の入り口を封鎖して応戦しているのですが。没事。私たちの武装では。我以为你已经灭了。まず、こいつを排除。いいね、迅速。啊，哎呦喂呀！一个大只的要在这边处理掉吗？它好像有核心，对不对？啊，可以耶。看来要在这边处理掉了。这什么东西？攻击太花了吧？哎，有吗？好像打不到。先不要理他好了，先进村子里。啊嘞，村子本来这里不是开着吗？还是我走错边了？嗯？哎，怎么记得之前有开了？还是等他打完啊？目的地是这边没错啊。对，又躲起来嘞。这只有需要打掉吗？好像有伤害，对不对？有伤害代表能够打，但没有看到他 HP。Why？ 难你！有没有想要让我打？看不到。哦，有伤害，有伤害。有伤害是一回事，有 HP 吗？哦，破了。好快，看起来应该是真的要清除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OK。助かりました。太好了。一体何があったんだ？ネットワークに接続されているすべての機械生命体が一斉に暴走したんです。おそらく全体を統括しているユニットが暴走したかと。イブって機械生命体だ。その統括しているユニットを破壊すれば全体の活動が停止するの。おそらく。ポット、イブの位置を特定できる？報告、位置はすでに特定。地図にポイント完了。私たちがイブを倒す。パスカルは村を守ってて。イブ在哪里呢？在下面。お気をつけて。你确定不让我进村吗？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让我进村来补给一下的吗？好像没这回事哎，好像又回到那个大空洞下面了。Eric， 晚安。你讲。これは広範囲に強制通信を撒き散らしているみたいです。おそらくこの強力な通信が敵の機械生命体を凶暴にさせているんだと思います。イブを探し出して破壊しましょう。了解。不过伊布的日文呢、啊、是叫伊布伊，后面还有个伊。都已经到了，然后呢，先摆个 pose 给我看一下，好哦。来たのか。他人格是不大稳定啊。お前たちも思うだろ。こんな世界意味がない。兄ちゃんだけが全部消えてなくなる。真的是连续的战斗，没有停下来。先看一下尸体了，不行，现在捡尸体会死，很危险。去吧，巴萨卡。好难看，画面什么都看不到。对耶，说白了一点，他就严重的胸控而已。醒醒吧，你没有哥哥。应该有，硬是抹灭敌人的记忆。
这个看起来应该到上层吧？哎，是吗？啊，是，但有点难上来。哎，对。打快没血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啊！嗨，差不多要补血了，借补一下哦。买了那么多，吃小的两个就好了。妨害内エネルギー反応を確認。何それ？多数の機械生命体からのエネルギー供給。喂，补血打妹哟，这我可以补。喂，补超多的啦。这样不算犯规吗？停止させてみる。トゥビー、援護せ。了解。我要怎么掩护你啊？中の内エス本体を防衛する。敵個体が接続されているネットワークは妨害。予測、内エスのハッキング成功確率は低い。推奨、内エス。うるさい。内エスがやれるって言ったらやれるんだ。不是我说，我真的看不到画面，好暗哦，只勉强瞄到的程度而已。九 S， 你还剩几秒呢？然后跟我说一下。画面看久了，我的眼要快升高了，好难看哦。OK。结果呢？哎，你的面罩是不是下来了？哦，到底要几个阶段呢？变赛亚人模式了！哇，这什么？这什么？好痛！好痛啊！吓死了！哇，等一下！哎，等一下，黑球球能够用闪避来闪掉吗？刚刚闪了一下，好像不行哎。只能够走位，对不对？哎呦，你看，我哪里说嘞？黄金葡萄球菌，你这样说完好像就不可怕了。这龟人也太黑了吧！看来是酱油泡太久了。那个阵好难闪哦。好，再蓄一次力。等到三架出来的时候，棒！いいね。
NFCS 破損。NFCS 是什么？这什么是武器吗？哎呦，哑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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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半残废了。哎，怎么办？怎么办？两个人都好惨哦。哇哇哇哇！等一下，等一下，我会死吗？我会死吗？哎，我的血量呢？哎，我的画面，哎，我的画面怎么？哎，我的。我的血怎么变那样子啊？这正常的吗？已经到两条了，好像现在有点像 bug 的状态啊。哑巴死机！哎，补血了啊 ！OK OK， 自动回复。哦，所以我刚没有看错哎，我的刀身已经损毁了。哦啊！伊莱克，谢谢镇定，在这个时间点吓到我了。哇！谢谢。これで全部。哇！最后一幕有点可怕。啊！该不会？因为骇入的关系被影响到了吗？啊，好像是耶。失敗しちゃった。イブのネットワーク分離時に、怎么办？怎么办呢？哦。现在这个正面太可怕了吧？这个太厉害了吧？啊！诶，你的诶诶，それじゃ、やばくない？今君は戻ってこない。诶，そうだね。诶，这个正确吗？诶，是我的图破了吗？还是本来就这样子？バンカーにアップロードするわけにも。我知道这边很感动，但好像有点，好像重点错了。ハイエス。すごい。啊，不会吧？等一下，啊，不过他如果现在把记忆上传到之前那个堡垒上面的话，不就好了吗？还是不行啊？完全不行了吗？啊，不会吧！第一周末九一次就这样去了吗？这样也太难过了。怎么九一次一直以来都是牺牲自己的人呢？嗯，真的。为什么总是这样子啊？嗯？嗯？哎，那个G
机器人是まだ残ってるのか。データ信号が共鳴し合って、都渗透了。貴重な体験だから記録しておきたいんだけど、まだ保存領域へのアクセスができてなくて、とりあえずこの辺りにある敵のメモリーに多重化して保存しておいた後に僕が自分のボディに戻ったという。这样也可以吗？よかった。这样也行。機械生命体と私たちアンドロイドを分かつものは何だろうか。意志と感情を持つに至ったロボットたち、彼らが死の間際に振り絞る最後の叫びが、あ、是这首歌耶。今も这首在我的 Spotify 上面。私の中に残っている。而且是在我还没玩游戏之前哦。欸，等下结束了吗？欸，不是说还有两三小时吗？我觉得啊，英文版的比日文版的好听很多欸。不过 A 结局是这样子吗？所以到底 BC 还有什么东西啊？有点难想象耶。 A 这个结局有算好吗？应该算很好了吧，也把主要的敌人打完了，两个人也都还活着。但现在比较不知道的就是为什么那些叛徒背叛的原因而已吧。所以感觉 BC 的路线应该是要先发掘一下到底堡垒做什么事情，对不对？然后最后会不会来个大翻转啊？好好奇，怎么办啊？好像刚刚后面哦，但不行，给他先缓一缓了。哎，对呀 ，A 二目前也还没有看到，只有露脸一下下而已。不过现在我知道的啦。就是 BC 的路线应该就是玩 9S 的路线和 A2 的路线，对不对？好神奇的。
有些字母是非正规结局，最后剩下的 CDE 结局。不过这应该算版权音乐吧。今天的直播结束之后，这一个部分可能会完全被消音也说不定，就在这边一起听一听好了。不过啊，我的语言明明是选日文，为什么最后的音乐是英文啊？他应该还有其他的语言，对不对？正规结局的话，就会听到这个 BGM， 就像之前的吃鱼，每种语言都会唱一次。哦，是这样子吗？每次结局都有不同的语言，就对了。来看一下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画面好了。哦，宣传部的通知。本作采用故事将藉由多次的游玩改变之系统。 A 路线中新意识变化的游戏系统等各式各样的事件，就是让你多玩一些就对了。在其他中已经增加了变身器，变身器是什么东西啊？这里一定要保存，就存到第一个吧。结局 K， 结局 AK， K 就那个鱼嘛，对不对？要继续玩的话按一下 Load Game。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可以进去看一下，会不会马上就开始了？啊，不过如果另外一个路线是 9S 的话，下次的开始应该是跟 A 路线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吧？我猜了啊。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会不会进去马上就开始了？不过一个路线才玩11小时哦，我觉得好像还好啊。那就进去看一下好了。游玩选项这边应该都一样吧？刚说其他好像多了变声器，这什么东西啊？对播放的语音增添效果啊？什么意思？完全无法理解，不是能理解变声器。那直接开始游戏一下好了。9S 都要用骇客攻击，到底会从哪边开始啊？嗯，然后开头就不大一样了。嗯，这边的画面是从哪边开始接啊？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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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我要控制你吗？不会吧。诶，这什么这什么？诶啊，而且我在那个机械工厂里面耶。诶，好可爱哦。但这边看起来也好可怕哦。这个是什么时间点啊？有点看不大出来。但我要走去哪里呢？嗯，先往门那边去好了。
找一个桶子吧。鸡肉好喝。拿。哦，呵呵，没有想到可以控制机械生物哎，就跟我的小裤柴一样，需要一些机油才会使用啊，不然完全不工作。接机油，接机油。好可怕！这边跟后面的剧情会有什么关联呢？いくら油を差しても機械に家族なんかできませんよ。そろそろ始まりますね。飞机？哎，这是第一话的最初的画面吗？オペレーター210から 9S へ、聞こえてますか？聞こえてますよ。夜ハブ隊、降下作戦が開始されました。速やかに。敵拠点の防衛システムを解除してください。了解しました。え、好棒哦。え、我要玩一下。本来是想说留到下次的。あ、原来并会失败吗？真的哦。あら、原来九 S 当时就已经在地球上了。新鲜哦，玩不同的角色，但是走一样的剧情。然后又是我们的枪战，喜欢，晚安。哎，不过在第一话的时候啊，好像没有看到说九 S 要侵入敌人的系统，哎，有吗？还是我忘记了？反正这一次的剧情我们会看到。结果直接玩下去了吗？这里可以停吗？一个章节就好了，一个章节就好了。让我看一下，所以之后是怎么样啊？变成我操控九 S， 然后二 B 会跟着我吗？这样想想好像也不大对耶，九 S 不是辅助角色吗？所以我还是要跟着二 B 咯？还是我是自由行动啊？再接下来，花湖天亮。敵の防衛システムをダウン。およよよよよよよ。ハッキングターゲットは4カ所、目標の中。あ、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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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这个侵入系统。我并不是很擅长战斗。那个面倒くさいね。感觉后面很麻烦。你遇到一只角色都要侵入一次，对不对？而且感觉做这个小游戏的难易度会越来越高。好怕哦、啊、但好像也可以打掉耶，也不一定要侵入啊。这个就要侵入了吧。哎、欸、我可以想象这个战略玩久了可能还蛮烦的。
所以一般的战斗也可以，要侵入也可以吗？目標へのアクセスが可能になりました。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哦。射击转换方向，这是每个黑点都要打完吗？应该不用吧。应该是只要前进就好啊，有秒数的限制哦。了解了解。这样就能够害成功，真简单，要有经验值可以拿。下一个目标，哦呦，啊不奈呢，而且也蛮好的，那个等级是继承的，到时候还那个等级从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哦好麻烦哦，而且还有那个游乐园要解。下一个点在哪里啊？往这边走好了。像这个直接打掉就好了、啊，好像也不用特别嗨。那我身上的晶片呢？晶片应该就重拿了吧？啊，不奈不奈。血好多、哦。哎、欸，那如果啊，害进来之后没有成功的话，是强制跳出去吗？应该不是 game over 吧？听晚安，长枪哦。对，走错路了。是扣血吗？那还好。好了，另外一个点也打完了。哇！喂呢？哎，每次敌人还是打完好了，当做赚一些经验值。喂呢？好像不打也不行哎。放个大的。没有受伤吗？不要理你啊！太麻烦了，连坑都不想看。小心出现的大炮就好了。啊！但这个好像一定要打。完全不打我了，开入吧。好好奇9S之后，不是9S，对9S没错，到底会发现什么事情啊？结局又有什么不一样？好了，这边也结束了。いや。意外と面倒くさいですね。ね。作戦中の信号は認められません。真的很麻烦，你也知道。如果啊，九维斯真的什么都能够害的话，会不会到最后堡垒的资料他也能够害进去看呢、啊？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猫腻？好像蛮有可能的，感觉他能够知道的事实会更多。同学晚安。啊，怎么办？好好奇哦，但我更好奇贝姐。いいね。敵防衛システムのハッキングを完了しました。これで攻撃部隊侵入が可能になります。いいね。引き続き
侵入した攻撃部隊に支援に当たってください。真的是纯资源，应该是要上去了吧。ヨルハ攻撃部隊に侵入を確認しました。しかし残存機体は1機のみ。1機？それはまた大変だ。只剩一架。那就二 B 啊，超扯的，整个部队就只剩二 B。游戏终于派的部分结束了。啊，すごいのが暴れてますね。哎，好新鲜哦！用不同的视点来看。ちゃんと死んだのを確認し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2B さんですね。僕は 9S です。あなたのサポートをするように指令を受けています。了解。この大きなノコギリが目標の超大型兵器ですか？違う、単なる防衛装置みたい。じゃあ目標を探す必要がありますね。僕は飛行ユニットがありますから外から見て回ります。分かった。私は内部を中心に調べてみる。那我知道我今天应该停在哪里了，我们就停在被传回堡垒的时候好了。トゥービーさん、何？事前に調査しておいたマップデータを転送しておきますね。了解。トゥービーさん、僕嬉しいです。何？僕たちスキャナータイプは。単独での現地の事前調査が主です。だから誰かと一緒に行動できるって楽しいんです。感情を持つ。不过说起来啊，好像部队里面除了9S之外好像没看到其他的 S 角色。え？私の名前に継承は必要ない。わかりました。 2B 还是只是没有提及到呢。下次上堡垒的时候看一下好了。跟 A 路线的对话完全一模一样。機械生命体を増産しているようです。全滅させないと無限に湧いてくるってことか。ブロック43から作業班中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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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班。了解了解。刚开始吗？已经玩完一个结局了。可能要看一下记录档了。
你要说刚开始好像也对啦，用不同的视角刚开始。もしかしたら別の場所に移動しちゃ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あれは？ああ、鳥ですか。環境の変化があったのか、動物や植物は旧世界の時よりも増えているみたいですね。鳥吗？その橋の先に別の施設があるはずです。ちょっと遠いですが、移動してみましょうか。しかし、司令部が敵兵器の予測位置を間違えるなんて珍しいですね。现在最好奇就是司令部到底藏什么秘密。感觉啊，只玩 AB 路线的话，应该是没办法得知，应该至少要玩到 A 2那边才知道，对不对？哦，而且他的那个辅助机的 是女生的声音，哎，比较善良一点，听起来比较舒服，是女版 Siri。没有错，没有错，有印象。到时候9S会害进对方的机械里面吧。状況はこれが目標の超大型兵器。破壊する。援護します。報告。敵機体解析完了。侵入経路及び脆弱性を発見。APUD 表示。ハッキングして弱体化させる。あ、果然要害了吗？这边应该是要害进他一只手臂里面。呜！另外一边也要吗？对，已经知道后面的剧情了，还剩头。还有吗？还要害的吗？哦，头不止一次。哦，有不同的画面呢。不，这太难闪了吧？啊啊啊！了解了解，被弹出来之后呢，还是可以重新害进去，但血会稍微损少一点。还好我有智慧。耶耶耶耶耶耶！这个叫人家什么闪啊，好可怕，好可怕！啊，不过防护罩 OK。害入之后只有3次的碰撞机会，了解了解。我成功夺取敌方的飞弹。我都忘记有这一话了。看我最后一枪，舍命攻击，还是舍身重击，自己会损血的。等效果卓越，啊！哇，实在是……哎，这个画面，哎。这是什么东西？视觉系统。哦，哦，哦，呵呵，好酷哦，很新鲜呢。用这种骇入的方式啊？不对，这里不能说骇入了，这是回到自己的系统上面吧？一个一个清除好。音声ユニット回復。周辺環境を確認。要苏醒的话 ，OK。今から修復する。ポット、止血シェルとロンリーウイルスワクチン。それと。血水症。当該 9S のバイタル低下はこの場での応急処置。うるさい。いいから出して。トゥービー、言って。
兵士です。その戦いに誇りを。装備 HO229 コマンド677受諾。使用者を 9S から 2B に権限異常、 2B の承認を求む。お願い。啊，等一下，等一下。诶，原来当时他在船上，还要靠他的辅助机打哦，好辛苦哦，自己都快挂了。而且我没有强攻击，这个机器上面有搭载。等一下，你不要靠近。喝水，谢谢，刚有喝啦。来来来来来，不要靠近我的本体。哦，好多只。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就是靠锁定的话、啊，但好像会没办法瞄很准，会这样子像散打一样。不用的话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啊，但又有点难瞄准，算了。发现敌方机体的弱点。敌機体の脆弱性を発見しました。援護のためにハッキングします。好了好了，等一下等一下。哦，トゥビー、敵機体の上腕部のコントロールのポットを使って制御を取れるはず。都这个状态了，还那么努力的害，超辛苦的。被猫打扰，无法害入。我、哦、来了来了，従属化を完了。用大手臂的攻击。敵ユニットのダッシュに成功。引き続き防衛継続。他要去清剿怪啊。2B の記録データパッケージを。あ、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上传了吗？機体 9S のデータパッケージが未更新。但9S無法。先に。2B のデータをアップしてくれ。那九位正好善良哦。真的没有想到自己会怎么样吗？还是他只是在贯彻身为辅助型机器人的使命呢？好了，手臂攻击。
哦，已经结束了吗？必要はないみたいです。你真讨厌，哪来那么多台啊。そんな新生ブラックボックス反応による敵大型兵器の殲滅、編成を許可します。トゥービー、あなたと共に戦えて光栄でした。私もだ。比较好奇的是，之后来到这边之后呢，啊，さてと、そろそろ時間だな。2Bさんのセットアップを手伝いに行かなきゃな。多分もう部屋で待ってるだろうな。哎呀，这个是他还没有在地球的时候吧。完全遗失了那段记忆。邮件看一下好了。有一个新的东西，已开启终端机内的游戏中心。可游玩目前为止已经通关的骇客游戏就不用了。那很累啊。有二 B 和九 S 的。骇客图书馆。我们提供了骇客图书馆，曾经体验过的骇客内容机。哦，不用了，谢谢。这看起来很累啊。失礼します。あ、もう始めてるみたいですね。我要害进去是不是啊？トゥービーさん、聞こえますか？啊，有印象。这边。まずシステムの明度設定を確認してください。对耶。刚才觉得还蛮莫名其妙的，他自己调整。我也要在调整吗？那是他的调整吧？好像不是我在动。それでは早速始めますね。一つずつ調整していきましょう。まずはそのまま明度の調整お願いします。这是我当时在调整的画面吗？好像是耶。この値で大丈夫ですか？了解です。あ、そうそう。好新鲜哦。プロセスは一応記録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ます。難怪右上角有写一个 recording。それでは、次は音声認識の設定です。音声認識の設定がミュートになっているので、調整お願いします。今から実際に呼びかけるので、トゥービーさん、聞こえますか？もしもーし、聞こえるように調整お願いします。僕の声が聞こえるようにこれで問題ありませんか？あ、您这边都有记下来。お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でオプションの設定は完了です。なんだ、心跳次数竟然擅自提升、上昇してる。なんだこれ、俺正常値に戻った。九 S 的感情比较丰富。自爆許可の項目が消えてる。我这边还在吐槽。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所以一定要看那个自爆许可吗？不用吧。僕が設定してもいいんですが、一応規則なので。我应该按了一两次 off 吧。ダメですよ。而且那莫名其妙。してください。一定要自爆吗？可以不要吗 ？OK です。いざという時は身を挺して作戦を遂行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らね。設定が終わったらこの画面を終了してください。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ナインエス、司令官からの命令で 2B さんのメンテナンス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これから定期的にチェックしますね。そう、心配はいりませんよ。僕たち 9S モデルは優秀なことで有名ですから。で、自分で言うことじゃないか。 9S、 何でしょう。継承はいらない。え、私の名前に3はつけなくていい。あ、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あ、そうだ、司令官が呼んでたから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トゥービーさん、あ、いや、トゥービー。うん、那这边的东西呢？钱也是继承下来，东西也是，不过该买的东西好像也不大需要了，好像是欸。身上有的东西先保存一下。那我觉得啊，下次如果要再开始玩的话，记得好像可以调游戏难度，对不对？哎，武器呢？他有武器吗？我捡的武器超少哎，只有20%而已。哦，哎啊，哎，他说那个吗？漆黑誓约哦。对了，当时好像听到那个铁匠说世界上有八把吧，黑色是九 S 拿的，然后二 B 是拿白色的。不过他好像没有重武器，对不对？他没有重武器。辅助机呢？辅助机这边也全部开完了，辅助机 A、B、C， 所以都留下来了。哼哼哼，心跳的 hard， 总觉得之后要玩应该是完全可以啊。好啦，感觉再玩下去应该会玩得不得了。本来就打算第一周目结束的时候先告个段落的。哎，不过哎，都谁骗我啊？怎么说还要玩两三小时？光玩40分钟就结束了、欸、是谁？谁说的那么长？还有今天超赶的，又在骗我了啊！而且好像真的没错，之后就变成 9S 在带领 2B 了吧？究竟是谁啊？黑名单了，直接黑名单化，看谁被我黑名单就知道了。真的辛苦大家了，谢谢谢谢。那。尼尔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明天晚上的希望能够早一点啊，大约8点，8点可能太早了，可能就9点吧。9点来我们的贝姐，不过到时候请我的分身出来帮忙一下好了，维持一二代的那种样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就不要自爆吧，呵呵，应该是不用了。好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那我们明天再来吧，辛苦了，大家晚安，拜拜。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明天再见。啊，不过明后天好像也要下雨，对不对？希望没有影响到大家的行程。晚安。